Hello， 来，各位粉丝团的朋友哈，大家下午安。今天呢，经理出差到高雄，那来到这个是高雄市的三民区。咱讲高雄哈，经理也略懂略懂哦哈。要考考看高雄人要怎么分辨高雄人。来，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咱高雄哈，经理也有住过一两年了哈，所以略懂略懂。好，那今天这个是位置在高雄市三民区哈。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车子里面全部都满满的，有迈拉伦，有法拉利，有最新的保时捷，这个都是应该都是坐高雄里面的豪车了哈。像刚刚后面的话，又有一台718哈，所以这个是高雄很知名的一个店家。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要跟车友们来介绍的哈，是今天有一台 Artis， 这个是十一代的 Artis 嘛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店里面真的都是豪车了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今天要安装避震器的部分。好，好，来。那这一部车其实在 KT 的粉丝团里面其实比较少安装介绍，因为这台车的车友真的很捧场，所以大部分开直播的时间都是在Artis 的粉丝团里面、车友团里面开直播。那今天在 KT 的粉丝团里面，最主要是来到这个高雄里面很知名的一个店家哈，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 KT 的产品跟这个永逸的这个店家哈。那这台车目前原厂都还是原厂的避震器哈，这是原厂的避震器。那这后方的悬吊系统，它算是一个扭力梁的悬吊系统，后方的避震器跟弹簧是一体的，这个是十代，但是到了十二代，最新的今年2019年三月还四月在台湾上市的一个最新的十二代哈，它的悬吊系统就不同了，它是走 TNGA 的底盘哈。那这个世代呢，前面还是一个麦花臣的悬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前面是一个麦花臣的悬吊系统，后方的话，技师已经拆下来了哈。这个是后方的悬吊系统，这是原厂的，这个是 KT 改装的。那这个的它的上座，不论是前面或后面的上座哈 ，KT 都有附一个上座。好，你镜头先不动哈。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那前面的避震器它是一个麦花臣哈，像这一台车的状况其实还很好，那也许有可能车龄可能如果比较久的话，也许有可能上座会坏掉哈，那如果还要再拆原厂上座来沿用的话，就比较第一个对技师来说比较麻烦，像这个上座可能是里程数有点多，所以它其实有一点卡卡的状况哈。但是这个都还是堪用的，因为 Toyota 的原厂品质其实都相当的不错。可是如果沿用上座的话，那也许有可能装了没多久之后，也许有可能是上座如果损坏，那如果损坏的话，就需要再拆装一次，就会比较麻烦。但 KT 的话就不用烦恼，因为我们前面有附上座，后面有附上座哈，所以对技师来说也不需要再拆上座来沿用。因为这个要拆上座的话，不是只有一颗螺丝打掉哈，它是需要把它的弹簧压缩之后，才有办法把上座拆卸下来做沿用。所以在组装的时候，像这台车如果需要沿用原厂上座，它比较没有技术上的一个困扰。那如果像是刚刚的背景声音就是458的排气声浪哈，好，这个是如果要拆原厂上座来沿用的话，有一些车种比较有技术上的困扰。譬如说一样是 Toyota 的 Camry， 那它的上座是有方向性的，或者是说福特的四代的 Mondeo， 或者是一代的 Volvo 的 V60， 它的上座昨天在影片当中早上的直播当中就有跟大家介绍过，它的上座是有方向性的。那也许有可能如果在店家的技术或者是对开该车种它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在沿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方向不对，那一装上车就有可能会有异音的状况。但是改 KT 的话，不论是技师也好，或者是车主也好，都对车主来说也比较方便。那对技师来说，不用再拆上座来沿用，也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哈。好，这个是前面的悬吊系统，这是后方的。那这个就是 KT 的前面的部分。
那前方的话哈，在我们除了有副上座，哦，这个是新的上座，它的顺畅度。好，那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它原厂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的上座啊就会比较卡，好，哦，它的上座就比较卡，而且有点间隙的了哈。好，所以这个是前方的一个避震器。那前方的话，以这台车来说，我们配置的弹簧公斤数是七公斤。KT 除了高低能调整，它的软硬也都能调整。像高低的调整，这个地方我们都不动它。高低的调整是靠这个，这里有一个银色的齿轮状环状的托盘，往逆时针旋松之后，它的这个角座啊是能够旋长的。如果我把它旋长了之后，它的车高就是变高。那相短的，如果我把它往上缩短的话，它的车高呢就会变低。所以它调高跟调低，这个局部的结构呢是不动到的。那弹簧没有压缩的话，它调高跟调低的开起来的乘坐感觉呢是都差不多的哈。除了高低可以调整之外，它的阻尼也能调整。在这里的话有一个 KT 的 logo， 那往顺时针的话它就会变硬，往逆时针就是变软，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来做调整。好，所以这个是前方的避震器的悬吊系统。那前方的麦花臣哈，它的工作环境呢会比较严苛。如果安装完毕之后，这个齿轮状的托盘哈，一定要务必要把它锁紧，因为这个齿轮状托盘，它因为前面的悬吊系统，它要负责转向嘛哈，所以它有可能使用久了之后，有可能会有松脱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前面的紧度呢，要比后面还要略紧一点点哈，所以才不会有一个松脱的状况。这是前方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好像已经安装上去了哈。好，这个是装上车的样子。那这一台车，这里有一些刹车油管的固定线，这里有 ABS 感应线嘛哈，这些固定线的位置呢，都是跟原厂是一样的哈，不需要再用数现在。现在应该很少的避震器厂商会做这样的固定形式的哈。那这边的话有一个离载串的固定点，这个离载串固定点的话就跟原厂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车主不需要再另外多花钱买短的离载串，或者是买可调式的，或者是做其他形式，所以它的离载串的话就直接用原厂的就可以做锁付了哈。啊，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安装完毕之后这个托盘。一定要稍微锁紧哈，这个是前面的悬吊系统。那至于用料的部分，像阻尼油的话 ，KT 我们使用的阻尼油是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那 IP 的阻尼油它的油品是从意大利一整桶进口过来的，所以它的油品的稳定度的话相当的不错。如果有比较热血的车主，喜欢骑大型重机的话，像意大利阿普利亚，它的前叉指定用油，还有后避震器的指定用油呢，就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所以它油品的相当的不错。那至于油泵的话，这一台 Artis 它是日系车，所以很多的车友推崇的品牌是日本的 TIN 哈。像日本的 TIN 的话，它所选用的油泵呢，就是日本当地最知名的油泵 NOK。那 NOK 的话，它的油泵的品质相当的不错，所以 KT。所使用的油封呢，一样是使用日本的 NOK 油封，所以KT 的品质也都一直以来都相当的不错。那另外一点就是 KT 本身呢，就是一个位在台中一个制造的工厂，所以不论任何一颗螺丝或者是一个防尘套啦、馒头缓冲的馒头也好，这些呢都可以针对单一的零件来做汰换哈，这个是本身是工厂才有办法具备的一个优势。那即便 KT 所使用的阻尼油用的那么好，油封用的那么好，但是时间久了它一样会损坏呀，因为避震器它是不断的在作动，所以时间久了之后阻尼油劣化，油封老化也有可能会漏油，那日后久了也都可以做一个翻修，不需要因为有漏油了就需要整只来做汰换哈，不需要，可以针对单一的桶芯来做汰换，都有办法做一个翻修的服务哈，所以这个是 KT 一个比较工厂才有办法具备的一个优势的哈。当然，在车主或者是技师呢调整的时候，会建议哈，就是选择
比较有专业度的店家或技师，像是高雄的在地永毅轮胎哈，就是我们 KT 在高雄市里面相当推崇的一个店家哈。如果车友们有需要做试乘的话哈，也可以来这边跟老板哈或者是板娘讨论看看，这边也都有办法来提供车子来给大家来做试乘哈。这里的话，在这里是三民区嘛哈。在仁武哦，分别都有分店哦，都是永毅啊，那都可以来帮 KT 的车友们来做服务。这里的话也已经安装过好多好多台KT 的产品。那在安装改装避震器的时候，其实它跟安装原厂的门槛、技师的门槛是不一样的哦。如果安装是原厂避震器的话，那可能哈、哦、会拆螺丝、会装螺丝啊，日后等一下装好就会定位，那就可以了。但是改装避震器的话不太一样，改装避震器的话，第一个要会调整，像 KT 的产品哈，像这一台车的话，它的前轮我们有做到能微幅做一个 camber 的调整，那如果技师专业度不是很好，就没有办法了解 KT 有这么多的功能，甚至是高低可调、软硬可调，可能都没有办法来应付像这样改装避震器应该要具备有的技术门槛，好，所以。但是在永毅的话，大家都不用烦恼这些，因为这里的，都是做很棒很棒的车子哈。那也有安装过很多，都是一组八万、十万、十来万的避震器哦。所以这里的技术是本位的哈，所以是很棒的。所以这里就比较不会有安装上的失误的问题了哈。好，所以改装避震器选择店家呢是很重要的哈。即便 KT 的产品也好，即便进口的避震器。品质很好，然后乘坐起来感觉很好，可是最回到最根本的就是，那技师会不会安装，会不会调整，那都是很重要的哈，都是需要评估的，都是需要比较的。好，那这个是前面的部分，那现在车子降下来，我们把镜头带到一下它前面的避震器上部。前面的话，这台车在调整阻尼的时候，它的上座是在这个饰板的下方哈，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能做阻尼的调整。往顺时针就变硬，往逆时针就变软，好，所以阻尼的调整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好，那今天公司有做活动哈，所以如果大家有在线上的话，可以帮我们来做一下分享。那如果有分享的话，公司也会小编的话也会抽奖哦，来赠送一些小精美的赠品来给大家哈。那以上是今天的Toyota Artis 的安装直播分享。那今天的地点比较特别，今天经理出差来到这里是高雄市的三民区的永毅轮胎哈。那如果有南部的车友有想要对 KT 的产品有需要试乘哦，或者是有问题的话，对产品有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来这里来询价哦，也都可以来这里来做预约来做试乘的一个动作。好，以上是今天 KT 出外景直播的一个分享。那如果车友们喜欢我们的产品，继续拜托大家再帮我们多多分享，谢谢，拜拜。